快为金钟50按赞，天天送5000，还有机会玩彩金摇摇乐抽6万大奖。哇塞！王大陆因为电影成为新男神，但人红是非多。除了被爆料和已婚的导演陈玉珊多次深吻，现在又被起底。为了想要继续演艺事业，逃避兵役，进入大学就读，却很少去上课。你在纽约怎么过的？就很苦啊，军校生活可能早上4-5点要起来刷皮鞋，然后晨跑什么，要准备一些装备。你刚刚想要讲留校查看的英文，然后我想不起来。王大陆一脸委屈，说着以前到美国纽约念军校的种种严苛规定，英文不好，当时还被操到天天哭。不过24岁的他，大家质疑怎么还没去当兵？哎呦，你听我讲，他要读书嘛，第一嘛。事实上，王大陆国中毕业后直接到美国纽约念军校，因为没有办法适应，回来后原本要和柯震东一起就读东山高中，但因为学业压力太大，又转到庄敬高职，最后才到现在的道江科技暨管理学院。100年度开始读了3年，校方回应他目前休学，本学期申请复学当中。还没有这个大红，才这2个月红嘛，他2个月全部读书干什么？王大陆虽然功课不好，高中念了3间，大学迈入第4年，休学又复学，现在只念到2年级。但王大陆父亲期望至少他能够得到大学文凭，极力撇清读大学是为了要逃避兵役。记者王凯哲、徐云清台报道。